这段时间呢，给火龙果埋一些有机肥，有利于它开春的时候啊，冒出更多的侧芽。因为呢，这段时间气温低，火龙果是不生长的，我们给它埋一些有机肥，有利于它积累养分，储存养分，有利于它后期冒出的芽多。特别是盆栽的，大家看一下我这盆，非常多的杂草，今天呢给它梳理一下，把这些杂草呢全部的清理掉，主要是加强通风，盆面的也要清理一下。清理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呢这火龙果呢是浅根植物，松土的时候啊也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呢这根系啊都是长在盆土表面的，我们可以用手去把这个根系呢，把这个杂草呢给它拔起来，这样就清理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个羊粪，然后呢梳理一下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的使用有机肥，肥效温和不烧苗，能促进它积累养分，后期冒出的芽多壮。好了，喜欢火龙果的花友们一定要记住。好，再见。